遥控拉网船啊，站在岸边就可以下网，非常方便，非常安全啊。现在冬天来了，不用下水，看一下啊。一个人就可以操作，一个手拿渔网，一个手拿遥控器就可以了啊。现在下的是1.5米高、100米长的加重绳网啊。啊，操作非常简单。好，渔网马上下完了啊。好，看一下这个拉力啊，看这个拉力，你把人拉下去了啊。拉完之后，遥控器一键解钩，船开回来啊，网放在那里等着上鱼就可以了。看看这速度。好，回来。